还有一个来自观众的问题，在哈佛和清华教书，感受有什么区别吗？你问这个问题跟时间有关。十年以前，哈佛的学生比我们清华好，全世界最好的学生聚在哪里的？但是这几年开始有改变，尤其是我们求真班成立以来，我们的学生能够跟哈佛，比得上了。旁边都是伟大的数学家，跟好的学生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。因为我看我的学生，他做博士论文，改变了数学的发展，那我觉得也很兴奋，对吧？这种兴奋只有有好的这个学生、好的老师在，你才能感觉得到。